不知道你辞职了，我不知道你什么钱都没有了，这个方案的设计版权有我的一半，我可以用这些东西来起诉。这个方案将会被冻结，不能使用，也就说明这个方案将会成为泡影。在这件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你是否可以停止你董事长的职务？